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佩恩，日本漫画《火影忍者》及其衍生作品的角色，由小组织首领长门用轮回眼的能力所控制的六具尸体，由于长门行动不便而制造出来，代替他的一切行动。主体为长门的挚友迷言，能力来自长门，没有自我意识，是由六具死者的尸体所改造成的傀儡忍者。每个佩恩的脸上和身体都插着能连接信号传导查克拉的黑棒，钉子形状的查克拉接收器，加上六个佩恩能共享视线，即使敌人绕到其中一个佩恩的背后，另一个佩恩也会监视着敌人，后面佩恩所看到的一切也是前面佩恩所看到的一切。而且每个佩恩都拥有轮回眼的一种能力，其本体长门的查克拉量极大，可以控制着六个尸体来战斗，这些都成为佩恩强大的原因。长门通过身上插满黑棒的方法作为查克拉接收器，从而进行操控。